这回相亲一定要成功。对了，先去买束花，让人家有个好印象呢。师傅，先去附近的花店，然后再去六点半餐厅。行。怎么了？没事吧？你不会以为我就是杀人犯啊？没没没，别搞笑了，师傅。不是你误会啊，真的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不信我拿给你看。不信我拿给你看。杀人了！兄弟，杀人了！兄弟，杀人了！哎，兄弟，你的东西啊！杀人了！你的刀！哎呀，你的刀！啊！刀都不要，这还挺新吧？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哎，好。哎，老板。大哥，你不是老板，我是来买花的。哎，你认识我？哎，不认识，不认识，不认识。你放心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你。老板，你大哥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你放过我吧。这的话你随便拿，想拿什么都可以。哦，老板，你是不是也把我当杀人犯了？没、哎。老板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，我真的不是。不信你看。我是茅台，你就是王阿姨介绍的米线。嗯，真漂亮。谢谢啊。不过你相亲为什么戴口罩啊？我是可以摘下来的，但是你要保证，你不要吃惊，也不要尖叫，好不好？哦，好，一场的事我都下来了。米线，求你了，你不要叫，不要叫，我真的不是杀人犯，真的不是。你要不信的话。我给你看身份证好不好？你看，这个就是我，是吧？这身份证也太厉害了，连假身份证都有。这回你信了吧？怎么办呀？我信，我信。你不知道，这一路上多少人当我是杀人犯，那我想解释可是解释不清楚。还好你相信我。我绝对相信你。对了。也没给你带什么礼物，你不会介意吧？我不介意，我不介意。你这样的女孩我还是头一回碰上，很特别，我喜欢。哦，你咋了？没事，太感动了。真的？没想到我第一次表白就那么成功。要是一切顺利的话，我希望今年过年你能出现在我们家的餐桌上，出现在我们家的餐桌上，这脑门还被揍了一顿，还好警察叔叔还了我清白。
就是你把我害那么惨的，谁让你跟我长得一模一样，臭不要脸的。我以后该怎么办吧。哎呀，面部整形。大哥，你要整成什么样了？无所谓，只要把我整得不像我就成，我受够了。别抖啊。好的。哎，兄弟，你认识我吧？啊，谁认识你呀、啊？神经病吧！这下太好了，总算个安全了。喂，110吗？我举报，杀人犯在我这整容了，他现在长这样。咻咻咻咻咻，短，陈翔六点半。